咱刚才看这张相片就知影，系这个女主角本身腰无讲介好。是安尼吗？开始算啊算。啊你，我知。因为嫁台南人哦，腰拢会出问题。台南人做保的。哦，足强诶，足强诶，足强。唔是，你讲我腰无好，这张看来是我脚头乌脚无好。喂，今晚要唱这条。系对。赢口气，好啦。姿势摆好，姿势摆好。好来，秀琴姨啊。赢三口气。来来，绿绿绿，绿来唱一条，绿绿绿绿唱一条歌嘞。我最近出这个新专辑，哎，对对对，有有有。啊，我下晡彩排时吼，有万多人伫遮咧看你。哦，哦，有有有。每一个乡亲，偌好心的呢，一个吼，讲要搞要一百块，一个讲两百块，啊，遐个人到底的无？遐个人走到位啊你？几块？恁走对呢？五十块，五十块，有看到无？上面个人那查者。喂，人几多岁？拢水拢水，哎，同学，啊那吉利啦，你搞我点，你轮气，你两个拢轮气啦，赢口气什么意思？你看这喘无气诶，赢口气，赢一口气，哎，你搁讲你是艺术家？无啦，一句话吼是一个分隔记号啦，啊，你也看啊，你点咩？赢口气有无？赢口气，我赢口气诶。哦，我倒我来，孙哥，你较有学问，你甲我看者，你较有艺术，来，再按那念。一口气有大口哦，呀口呀一口气啦，肥腻。咱刚才看这张相片就知影，系这个女主角本身腰无讲介好。是安尼吗？开始算啊算。啊你我知，因为嫁台南人，我知，腰拢会出问题。台南人做保的，哦，足强诶，足强诶，足强。唔是，你讲我腰无好，这张看来是我脚头乌脚无。喂。今晚要唱这条，嘿对，赢口气，好啦，姿势摆好，姿势摆好，好来秀琴姨啊，赢三口气，我去，第一段赢一口气，啊第二段赢两口气，第三段赢三口气，好啦，够走啦，用心啊交予你，你要阮的水质，讲甲我水水水，予我袂记你初见爱坚持。赞赞赞！我头感觉迄个前奏就好听，啊哈！这条歌非常，我跟你讲，我咱来试看麦，试上都用这个我，他会卡达舞，卡达舞唱的。我跟你讲，咱跳一二三四，退后三四，干嘛？往左三四，
回来三次，转圈三次。老师，他那一条我来前奏好问一下。那配合他都迄个迄个海报吼，左右左右前后，就是你的膝盖若无好吼，前后你得来做这个动作，前后左右转圈。好来，变态变态，我们干嘛要配合你啊？我感觉这个运动真好。比爬山搁较好，因为爬山真正会伤膝盖。哎，再说好呢，哇！你安尼袂好过日啦，你挂休呢？对吼。即摆敢若爱人家来坐哦，敢若。这首歌搁叫赢一口气，下过安尼吼。哎呦！讲真呢，有时啊一个惯性的动作会影响人的一生呐。哦。我一个朋友因阿嬷就是看电影，看电影头前一个少年人一直喊来喊去，啊，你们看电影伊喊这边就。你是创啥？啊，怎个拍？少年嘞，啊，你那害来害去，啊，拍摄，阿伯上，啊，我勒惊船惊鬼死人吼，啊，都安尼害。哦，是。对对对，阿姨那么白个骗笑，恁爸生囝生一二十个，行路嘛白安尼行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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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讲要骗遐济？啊，介绍一个咱台南，情况敢若无啥？真的。我呢哦，哎呦，特殊的所在。其实一句话，怎拢是对台南来？来，一句话一边开始。我勒讲吼。无，我是当我新的新来的，无及格来。我等你，你听我讲。我第一，我是屏东人嘛吼。哦，开始来台南嘛。啊，我过来台南了后哦，啊，我甲阮翁吼，我都该请人翻译，你知影？因为我唔知伊在讲啥。伊有一天我嫁予伊了后，伊讲老婆，我来去吼隔壁问一下导游。我讲老公啊，啊，咱家都有导游，你去别人遐问要创啥啦？人的导游品质较好啊。你想去对啦？啊，难道无牛奶啊？你隔壁叫牛奶？牛奶啊，牛奶呐？咱台南腔牛奶，真的吗？牛奶有影无？啊，所以迄个意思是安那？你毋知伊毋是吼？我要互观众朋友知影吼。迄讲问一下导游是伊的意思是讲吼，去隔壁坐一下，叫做。迄随风都咧讲啊，无一定咱台南啦。对。阮都嘛咧讲，阮都嘛咧讲。系啊。问一下导游诶。啊，搁有，阮小姑吼，有一届载我去做秀，阿姨吼一直甲讲，大嫂。你入来，我讲我对入去啦，入来，我讲对入去啦，对入去，伊讲你那入来啦，入来是啥？你唔知？礼拜哦，礼拜，伊叫我入来，你车啦，入来，都入来。大林是讲逼来，对吧？哦，逼来嘛。哎，两位贵宾，恁两个讲耍呗。啊哦，要做车呢？讲耍你，你讲耍你。你哦，阿妮妮，我话本卡有你，你假怕你。我只在乎你。你两个就好啊，好来，大林的新妇，来，张秀清，七辣妹驾到了，我想吹。
袂准哦，搁一届。哎，人袂准啊！不是，你跳，你跳起来，伊唔知你跳起来。我咧哦，脚底啊，你。哦是啊，脚底啊是啥？脚跳无三底豆腐块。我感觉你今天较厉害讲咧吼。哎呀，今天怎么那么嗨？这是他的主场，主场。当然，这是我的家。哎呀，叫鸡随鸡，叫狗随狗啊。原来你老公是狗啊？是鸡啦。哦，是鸡啊。哎，那不是就鸡飞狗跳吗？你弄掉啦，你。我领导这老。我别讲我。我给我翁一起你嘛，哦，你两个，这个十二岁，看不出来吗？你想啥？想高啊？哎妈高，对，啊你两家高啦，我真正想，哎那很旺哎，旺到不行，我今年已经安太岁啊，给你爱安掉，安我两个伊，是，我去只细只高吼，伊个帮我安，你看我体贴就好，未歹未歹，我你讲吼，嫁吼，我一世人吼，哦，哪算？我本来是想讲要取代蔡依林啦，你没有发现我今天接不到这位置。但是不会啊，你安那看到蔡万林？不是，是蔡嘉玲。无啦，因为吼，我本来是要做唱跳歌手。不会啊，我头家甲我讲，我看你以后也是唱迄个抒情的就好啊。因为啊，你这个体格吼，可能不适合迄落唱跳。哎，无你肯定啦，真正唱跳你都袂这个体格啊，安尼吗？就是一定不对的。你个也要求嘛？就会放纵自己啊。你看他多放纵，这个过年你看他的脸。不是三足姐啊，幸福肥啊，你个三足姐哦，你个人哪好？我就讲别差的关系。